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曹可凡。自古以来，我国就流传着很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在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古代，这些神话传说或者解释着人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或者呢，寄托着人们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神话故事——愚公移山。传说啊，愚公已经快90岁了，他家门口呢有2座大山，他每次出门都得绕山而行，非常的不方便。于是呢，他就带着子孙挖山移山。智叟呢就嘲笑愚公说：“你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可能把2座大山移走呢？”但愚公却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最后呢，天帝被愚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让两位天神分别将2座大山背走了。是啊，子孙无限而山有限，移山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这个故事呢，将持之以恒的愚公和畏难而退的智叟做对比，讲述了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克服困难的道理。愚公呢，也因此成为古代文人用于自勉的精神榜样。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首陆游借愚公自勉的诗《浅兴》。浅兴，南宋陆游。失马真诚服，移山未必愚。故园三径废，余凤一前无。望道心常渴，观书眼欲哭。宦游归自好，不必为纯庐。刚刚为大家朗读的是陆游的《浅兴》。浅兴呢，是指通过写诗来排遣情绪。这首诗是陆游晚年回到家乡山阴时创作的，山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内容。陆游说呀，塞翁失马不一定是坏事，愚公移山也不一定就是愚蠢。在外做官多年，我家乡院子里的小路啊都荒废了，也没有多余的俸禄。我闲居在家，心里渴求着学道，看书看得眼睛都要干枯了。在外做官多年，一事无成，现在回到家乡学道看书也挺好，也不一定要像张翰那样为了故乡的美食才愿意弃官归乡。尾联的纯庐是指纯菜和鲈鱼，用了西晋文学家张翰借思念家乡的纯菜鲈鱼而辞官归乡的典故。众所周知，陆游一生啊都在为国家命运而四处奔走。那么他为什么会在这首诗中说呀宦游归自好呢？这和陆游的人生经历啊密不可分。陆游2岁那年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陆游少年时深受家国思想的熏陶，在步入官场后始终坚持抗金，结果屡遭求和派的打压。后来他虽然仍旧坚持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觉得自己年华老去，收复失地的理想呢恐怕是难以实现了，而他也早已对官场心生倦意，所以他写下了这首诗。一方面呢是表达自己理想不变的壮志，另一方面则是抒发了自己有志难伸心灰意懒的郁闷。陆游一生啊仕途坎坷，生活落魄，却依然
认同愚公移山精神的可贵。虽然最后陆游没有能够实现理想，被迫归隐，但是他的精神却十分的可贵，值得后人们学习。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仅鼓舞着文人们为了个人理想而坚持奋斗，更鼓舞着整个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利益而坚持抗争。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现代画家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图》，来鼓舞全中国的人民坚持抗日。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画的右侧呢，六位身材魁梧、肌肉健硕的大汉正拿着铁耙砸向地面，画的左侧呢，一个彪形大汉正挑着石头走向运送山石的象车，旁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正满脸笑容地跟一个送饭的妇女说话，妇女身边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孩童正大口吃饭，另一个孩童呢，正双手搬运着一块大石头，而在不远处呢，一个妇女驾着牛车，等着人们把石头放到车上去。远处平缓的青山，说明他们已经移走了很多的山石。这是一个分工严谨的工作团队，年轻壮汉和老弱妇孺各司其职，显示了众志成城的精神，更显示了一个古老民族不屈不挠的毅力。徐悲鸿呢，是现代画家，曾经在法国留学8年，学习西方绘画，因而他的作品呢，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比如这幅画，人物的外形轮廓和衣服的纹理都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手法，但是呢，人体的骨骼、肌肉和结构比例都按照西方绘画中的解剖关系、明暗关系、透视关系去表现，有着写实主义的画风。在人物造型方面呢，徐悲鸿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的形象，这和当时的创作背景有关。1939年和1940年，徐悲鸿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在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愚公移山图》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如今科技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穿山隧道随处可见，愚公移山式的改造自然方式早已成为历史，但愚公移山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而坚持奋斗，勇往无前。